们已经做了最好的准备，立刻我们就要上路了。白鸽抱抱，施孝荣为首十四名歌手攻小巨蛋，加起来853岁，超越彭祖破纪录了。是70年代民歌唱到2024年，转眼这回忆杀演唱会办了19年了。预计明年就要毕业落幕，竟然还在招生啊！这次还有我们的新同学啊，王中平同学加入。当然我们也不能独后男生了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女同学啊，这边啊，这个赵永华，就把我们的平均年龄下降了不少。其实我们平均年龄会提高呢，纯粹都是因为王瑞宇造成的。不应该他有老人证吧？没吧？一定早就有了。他现在坐高铁他是半价的。旁边这一位，对，他每次跟他讲什么，他一定就要跟我斗嘴。然后呢？认识40年。40年哦。现在大家的状况都非常好，每个人都会把口罩戴起来。就我没有戴。每一个人都很怕感冒。感冒的人更怕被那个不同的感染源感冒，觉得这个事情大家都非常的慎重，因为我们没有健康的身体，我们就没有完美的演出。刚刚有说有去急诊是怎么回事？我礼拜五去晚上去急诊，连续大概5天的强度的运动，到最后体力反而是用完了。所以就发高烧，然后血氧就大概掉到89吧。好，明明是62岁，他自己以为他26岁。我现在就比较温和一点，我就买了一个拳，那个以前练拳那个拳把，把那个想成是李明德的脸，蹦一拳。我也有手。王瑞的脸，蹦一拳这样。是你的夫人把你的照片贴在那上面。最近有跟老婆练拳吗？林俊逸。扯在一起，真的有人相信你们两个在一起？我是单身，那是一个开玩笑好吗？从我跟那个永华的交情，我觉得林俊逸如果要谈的话，必须要先跟我谈。我问郑宇杰好了，像你的编织啊，还有水饺都很忙，这个很忙哎，吃的忙哈。有没有边包水饺边唱歌这样？我有送给露露帽子，然后小 S 是一个。包包，桃子有送他一个猫耳帽。你们都以为是我包水饺，我不会包水饺，我只会销售。但是是我老公包水饺。你说大家平常送什么礼，谁买不起？可是手织的东西就很有温度。现在的就是要斜杠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只做一件事情，可能有很多时间你是很空闲的。那我们也不想过退休的生活，因为一旦退休了以后，很快就没有活力了。所以让自己每天变得很忙碌。学习新的东西。我最近有接了一个剧本要演哦。啊，演什么？水饺。三立娱乐新闻。不想跟你再说话了。报道。